现在在新北市这里有一个公园，四月一号才开幕的哦。这里有超长溜滑梯，所以我今天来看看。最长是7米高溜滑梯。妈妈刚刚溜下来的，尿尿有最高的，叫那个最高的妈妈溜。我要溜上面小一点的 ，Let's go。那个是这一个，要爬上去喽。其实它这个啊都是纸滑，是软的，所以其实也是对蛮安全，就算你跌倒也比较不会痛的这种材质。到发生什么？先砸刘总的。妈妈现在要去溜那最长溜滑梯，有7米高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你们可以来这里玩玩看哦，溜滑梯很好玩，资讯贴在下面说明栏。爸爸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溜滑梯的人，拜托订阅我。还有，按下小铃铛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溜滑梯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。溜滑梯还有第二频道叫做溜滑梯常识矿，这里在订阅，这里锅里面可以看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拜拜。